我是内地执法部门的陈警官，你的银行户口入笔钱涉及与售卖假口罩骗取金钱案件的犯罪得益，你已经被通缉了，限制你出入境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你银行户口号码几多号？网上银行理财密码几多号？请你将你所有钱转入这个户口，作为案件嫌疑人的资金保证。